哎，小叔，你们说你等会儿再来，不是刚好饭点吗？就上来了，你们都吃饭了？嗯，我能不能给你们蹭一顿？你想我们吃给你吃一顿？吃的关系的，能不能蹭一顿？那正好我给你找碗。那走。加点菜去旁边吃啊！我干什么去？难道我跟你一起吗？我们都加点菜旁边吃嘛呢？问哪？人家吃了就是很不冷，我们哪里有猴子肠呗？好啊，吃呗。我们今天有炒蓝刀肉，藕根炖排骨，还有炒了个蔬菜。该小馆子头的我吃不消，拿给你吃。好嘛，满足了我了，我们这饭吃，我们要开始忙了。拜拜。你真吃这么好？咋不实话实说呢？他给这头萝卜连给我的肉，好吧？实话实说也可以啊。说了他们，我妈她肯定的。哎，你懂的。下午几点收工？这不得今天啊？就装完再收吗？嗯，这不是时间。待会儿我跟你们一起装。你干得起不？看你们太辛苦。干得起。干啥子？我给你别吃了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坐坐坐，歇会儿。我吃了。歇会儿再干活嘛。嗯，歇会儿，来，小光坐。重不重啊？那肯定重，但是不会站得起。要不要我帮忙？不用，来挣钱的。啊，哎呀，太能干了。哎，小苏、小光、哎，你们两个干一天能挣多少钱？我们两个加起来可以请你吃顿干一顿啊。但是不要太好的那种干，好狠的要定逼的。那我得想一想今天吃啥啊？挣得多吃火锅，挣得少吃烧烤。加油干，这么热的。小苏，几点才下班啊？你看天都快黑了，太阳月亮都出来了。马上来，好，那加油吧。累不累？累满打转的。你看，月亮都出来了。有点冷啊，这个都是小事啊，关键是晚上好冷。那我把我的衣服脱给你穿上了。哦，还不下班啊？马上了，这已经弄完了。你看几点了？这些东西收完了就可以走了。啊、哎呀，对不起嘛，让你等我们那么长时间。没事没事。哦。现在是要下班了是吧？嗯。哎呀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小光。哎。辛苦了啊！你看你那鼻子都冻红了。辛苦了辛苦了。啊、嗯，那好，就是工资发了就吃饭去了是吧？嗯。好，哎呀，冷死了。给你饭，今天加上。耶、yeah! ！走，发工资了。挣了多少钱？你们两个？我们两个人挣了300。两个人300块钱。走，带你去吃。啊，那这个钱我不好意思是吧？我请你们算了。你还挣了？那走。我悄悄给你带了个苹果，好爱呀这个。你还特意藏了一个，啊，那咱先不说，先不说，走吧，走。你看得到不？看得到，看得到。哎呀，今天辛苦了，今天辛苦了。问题不大。饿了不？小光，饿了不？饿不饿？哎呀，说实话，饿也是正常的。哎，小苏、小光，你们每天都这样吗？每天都这么晚才下班？不一定，有时候比较忙，但是这种事儿很多。哎呀，那就不要犹豫了，干脆就跟我卖苹果算了。
虽然也辛苦，但是没有这个这么辛苦，可以吧？并不是的说法辛苦，只是害怕有没有蒸过，然后蒸不来，太好蒸。你们只要肯学，我可以教你们，可以吧，小光？不要考虑了嘛。哎，不说不说，先不说，咱们先去吃饭。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